不喜欢男朋友从后面抱我一起坐 ，baby， 让我跟你一起坐。然后就是这样一起拖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幸福。你怎么握这一根呢、啊？什么？我这个身材相当好，因为我从这边看一直会看到南半球。对对对，南半球的部分。泰康是处男吗？对啊，因为他嫩嫩的。宇辰 ，Hello， 你好 ，Hi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宇辰。你好，宇辰，黄宇辰，三维是？三二 D 二三三四。黄宇辰，你会不会太香啊？我很香吗？嗯，请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会为了护照而上新闻？有啊，有，很浓郁、啊。真的假的？护、照是我之前就我的机会。就我之前就是出国回来的时候，我弄丢了护照，我超紧张，因为我隔天还要去香港转机，就民众拾获送到警察局，然后警察用我的 Instagram 找到我，然后还不小心有上新闻，其实我超害羞的，就说是表特女生，你是已经飞到台湾了。我已经从长滩飞回台湾、然后隔天要去香港转机、去摩洛哥工作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我们不是很想看这张，我们想看你长滩的照片。长滩的超性感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也出写真集啊？对，我哎呦，大家都有作品。来，是在长滩拍的吗？宇辰不是，我在支持台湾去台湾拍。与辰同行、澎湖好地方，澎湖，哎呦，我来找找看有没有厉害的、有背面全裸，哎呦啊，哎呦，然后还有这种泡浴缸，这个是什么泡式中，哎呦，这个就已经啊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开咖不能看了，开咖，这个会不能，哇，这个如果是澎湖的，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有一个造型是，啊，这个不是，是有很男生的。就等等，先给开咖，你看这个，哇，掉出来是什么？掉出来面纸哦，小本本，哇，哦，对，这是明信片，开咖，开咖怎么不能看？开咖有都可以看了，其实每天看看他会想抠，没有，哦，这个在这里，对，哇，我很喜欢这个造型，就是又帅又性感，有一点我们也喜欢，西装很帅气的那种，对，就在棚拍。全部在澎湖拍的，那个不行了，再翻下去你可能对你会那个，这一张也是，好，可以连珍藏，哇，厉害，所以这都，而且这写真集是我已经准备一年多快两年，然后完全就是自己准备啊，对，因为我很多就是找很多图，然后 reference， 然后找我的就是经纪人就是讨论，喜欢什么呀？我喜欢很好笑的，最好笑。常立东奇怪，很好笑，你笑什么？没有，就觉得很适合我们节目啊。对啊，要很好笑，就是我讲什么话不好笑，然后他也觉得好好笑哦，然后会笑。爱笑不是很好，爱笑，爱笑了，爱笑。笑点上，你要讲一个，你讲一个笑话，我们听看看。不是讲笑话，然后我说，我觉得嗨咖很可爱，然后你们也觉得，好可爱哦，会笑。这个笑不出来，很好笑，是一个笑话，哦，生活上也要这样，就是很捧场啊，很捧场，那你个性其实很 man 的，对，因为我有做一些运动，就是打高尔夫什么的，然后我平常私底下就是穿大 T 恤，不是这样，穿大 T 恤，然后素颜啊，戴鸭舌帽，然后很 man， 然后所以我所有的男生朋友，其实他们并不是觉得说啊，天哪，我好美，是觉得说。我很酷，但是我遇到男生，我就是我很喜欢男生，我就会又很害羞。那 OK， 这里面这么多个，你喜欢哪一个？什么样的？对啊，对面相。我喜欢森达。哎呦，谢谢。你喜欢森达，为什么呢？就很可爱。森达很可爱。听你这样讲，好开心。白白的。你要不要去记？白哦，白白。他喜欢白白白白。我喜欢白白。谢谢。就要去记改。谢谢。好。你啊，示范性感做家事，男生拿快点伺候着啊。好的，来，就是在热恋的时候，热恋哇，很喜欢家里就是这样做家事，然后可是我喜欢男朋友从后面抱我一起做，抱住你一起做，男朋友讲的是我本人吗？对啊，对嘛，不然呢？怎么好意思？绅士手，没有嘛？你要先做，先让他做家事吧，对，然后再然后怎么样？情境是怎么样？然后男朋友从后面说 ，baby， 那我跟你一起做。一起做，好，可以哦。来，你先做，坐，来。你要说啊 ，baby， 让我跟你一起做。然后就是这样一起拖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幸福。
哦，真的，害羞干嘛？不是很难这样了吧？这样怎么做家事？对啊，可以就是这样子。你坐在那两个要一起移动不是吗？要一起往前吗？那个就是。就是这样子，嗯，这样旁边，然后就是你手要放在我手上面，手放你身上，你要扶那一根的，对，然后想象，好狼狈的，超不帅气的，对你超不帅，就放胆对嘛，这样子东西都是演戏呀，对啊，万一对不对，被点到名这么好的事情，来张立东，立东啊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，预备，示范一次，预备，气，做家事，然后做家事，做家事，做家事，宝贝，你怎么握这一根呢？什么？那不然你来拖啊？他查那么多，你才查，直接生气被打枪。哇 ，OK。然后另外一种是，就是如果就是已经比较冷淡了，然后冷淡，就像刚刚那样，不是我说，就是他对我比较冷淡了。对，你要挽回他的心是？对，然后我再怎么拖，这样怎么拖一拖，然后来来。在他旁边绕来绕去哦，哇，哎呦，有时候会就是蹭他一下哦，撒娇，撒娇，嗯，还好我没有点你出来哦，因为我一直在等待着出来的时机，还没，还是已经早就，我们那边地板蛮脏的，拿过去拖一下，对，直接工作人员收工会叫你啊，哇，还好这个你应该挂掉了，哇，这个身材相当好，因为我从这边看一直会看到下缘，因为他的绷带的会有南半。对对对，南半球的部分。那他如果邀请你去做家事，那是铁定要帮忙。是，那会不会就火山爆发？那就不好说了。对啊，啊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做家事？谢谢，我累。艾卡是处男吗？哎，嗯，你要调教吗？哇，这么，你眼睛一亮哎，看到有点不敢相信，没有，不要看得出来吗？对啊，因为他嫩嫩的。啊，我嫩嫩的你就有反应了吗？对，嫩嫩的嫩嫩的，我也可以。看一下，哎呀，哎，没有，奇怪，很早就结束了。刚刚已经给他卫生纸了。哦，